こんにちは、ナルワンド TV です。今日は台北市内にある琉球町にやってきました。イエーイ。ビールよく飲んでる？ビール大好き。じゃあ今日は楽しみだね。楽しみ。欢迎各位到台北啤酒工厂来，请代表台北啤酒欢迎各位。谢谢。那今天就麻烦你了。OK， 好，那我们就往现场。好。我们这边包装的这个生产设备，它是一个 U 字型，保护 U 字型。我们的空瓶由这个外侧进来，有经过洗。洗涤滴出来有人验空瓶，验完空瓶以后进入装酒机，而装酒机出来以后，它只有直接通过验酒，然后到咱们那个贴标打印，然后我做出这个，因为生啤酒是原始的那个包装，那个我们所谓包装的那个它的正标，它直接是倒印在上面的，所以说它就不需要贴标，所以它直接从那转转出去，所以因为它这一条是属于精酿的生产线。所以它的生产的速度很慢，一分钟只有100支而已。早期我们这厂是一分钟是750支。我们的台湾啤酒是利用我们在地的蒙乃白米，我们有添加一部分的蒙乃白米在我们的啤酒里面，所以台湾啤酒的味道就比较丰富一点。那不像那个欧美，他们添加玉米或玉米糖浆，那它的味道就比较轻，所以台湾啤酒应该是比较重一点。我们每一瓶。都要经过人工检验，除了红外线检验以外，还要经过人工检验。所以这个酒，它一般来讲是不含有一个完全的一个照明食品，一个上面是商标的一个食品。好，那个今天带各位来看是我们的一些历史照片。那首先我们看这四张照片，那第一张是民国80左右的照片，这一条是目前的花图，在那个它现场在民国80，所以说已经经历100年的历史。这是一张照片，第二张照片是民国47的时候拍的照片，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生产澳门的红糖的，那是国民政府的大力设计到台湾的，红楼、绿楼三那个三型建筑，还有木造结构，都还很清晰。呈现第三张、第四张照片是这场生产的一个对照图。我们在民国87年的时候，这边可以看到我们户外发酵养用厂。在这个75年的时候，我们还是用传统的发酵，所以我们当时的产能由每年800万打提升到1200万打。工业厂区也有一个棒球队，因为早期在民国80建厂的时候，老板是日本人，所以日本的国球是棒球。所以说在厂区不需要棒球。では台湾ビールと日本のビールの違いを紹介し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います。台湾ビール上有些时候我们讲特殊的是添加我们的台米，因为台湾的米是盛产，所以说我们台湾的烈酒公司有义务照顾农民的生活，就把盛产的东西拿来的，所以那个跟欧美的啤酒他们添加的是不一样的，添加的是蒙乃白米，然后欧美添加的是玉米的米，所以我们的口味跟欧美口味不太一样，亚系的就有点不一样，但是跟欧美不太一样。那跟日本的差不多，日本的米。有过滤的，那个过滤出来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啤酒，有杀菌的叫熟啤酒，没有杀菌的叫生啤酒。对，因为我们杀菌的过程里面会让它的物质太丰富，而有些太丰富不好。因为举个例子，从海上钓起来的一条鱼，我们最新鲜的吃法就是吃生鱼片，对不对？再来清蒸，再来煮汤。事实上，生鱼片最好吃是不过滤的就可以喝。有些人也喝不过滤的啤酒，但是你经过杀菌的，它的味道就会被那个物质。所以酒的清香的味道就少了，但是你上头的窗户期可以延长。所以生啤酒就是生啤酒的概念，等于啤酒类的生啤酒，没错，这种概念，没错。
我们生啤酒呢，我们经过很多的实验，这种生啤酒的风味在装瓶了以后，在18天里面，它的口感，饮用的口感是最佳的。我们生产的18天啤酒，在超过18天完全回收，所以在市面上我们就完全回收，所以让它保证在外面喝的品质、口感，我们两杯咖啡喝的一模一样。さっぱりしててほんのりした甘さがなんか湧いてくるんだけどすごく美味しいです。我们今天是刚才出来。明天。哇，最新鲜的。对，最新鲜的，所以就这样。哦，又了解了。最新鲜的，很好。很好，是你说的。真的，真的很好喝，对，回心。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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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